我想要活得清醒，保持骄傲，不忘野心，成为一名调配时间的高手，在忙碌中把握从容，从纯粹中提炼质感，以优雅姿态裁剪不可复制的未来。出拳左臂可以正面刚，但最好给我棋逢对手的畅快。击打难题和挑战握手，每一次的酣畅淋漓都告诉我，这不仅是战斗，而是一场和困局的博弈。回归生活，我要把时间安心留给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让梨子的甘美，小苍兰的迷人，再配合着广藿香的自由，描绘一场高级定制的神奇人生。把擅长的事坚持下去，用热爱的心收获成效。不要害怕迎接任何未知，因为过程足以让我体验许多故事。